首先把这个拧一下，不要按下去，我扭上来，然后打开电源启动，然后打开正转，在这里可以调节速度。可以左转，然后打开加热，这里可以调节温度。然后调节扭这个，往回扭，往前扭，调节压力的时候要把扭到底，然后两个滚之间没有缝隙。调到两个滚没有缝隙了以后，然后把表装上去，装表的时候往下面按一点，然后螺丝扭死了。然后两个滚面挤紧以后，然后表压紧，然后归零，然后就可以往回扭，假如就可以调到所需要的厚度。然后这里调节速度，正转调节速度，把材料放进去，好，OK。